好，那两边对称。然后最后你再做一个整体的调整或者是检查也可以，哦，就是强度都定出来了，然后你就是用你的剪刀全身走一遍去调整它的强度。等于是细修的意思，精修。哦，然后有一些地方剪干净。好，一样啊，你看它的造型剪短了，然后它还是一样有造型，反而其实会更好看，就是它把原本的长毛剪掉，然后做了另外一个造型。哦，那像短型毛发短，有毛发短的造型可以做，所以同学在练习的时候都可以思考一下，你今天做的狗啊，它可以做什么造型。那像尾巴我就不想要圆的，我就帮它做直的。哦，做直的尾巴。只要是皮肤不好啊，通常我们留在身上的毛发都不要超过2公分，这样子在做药浴治疗都很好。那不建议剃光，剃光呢，第一意味着你美容师里面有钱赚了，因为他剃光，你可能3个月后你才会赚到他的钱，所以再怎么样你一定要给他身上留一点毛，那他才会愿意来洗澡。因为它长长了，它需要做修剪。这样，好，最后是它的脸，可以吼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真狗示范完了，我讲一下那个假狗的线条，你们到这边。要收一下。不用，我把它拿走，然后把假狗拿过来，然后你可以关掉。